既然你已经看了，神奇宝贝，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们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正的正义，可爱又迷人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亚宁。亚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强。忘了爱。小爱。欢迎收看我们的神奇宝贝第七季。那个，咱们上期的话不是正发愁那个没有开启那个神兽的那个刷新提示啊，我在线下已经是把那个开启了。那咱们这期的话，看能不能等到个神兽或者是怎么的吧。OK， 现在有刷神兽会提示了是吧？对啊，试一下吧，试一下吧。那这感情就好一些。那咱们是去哪个地形呢？哪里行最容易找得到吧？最容易找得到的就是沙漠呀。那你去沙漠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Let's go。在哪个沙漠啊？踢我，踢我，踢我。家下面这个沙漠吗？另外一个，应该不是家下面吧？你直接踢我呀，踢屁我呀。啊，好的。你这里还不看到了我之前放的灵魂沙？燃烧虫，沙漠这边升级也还好吧？感觉，练级比较快呀。对啊。来，我靠！哎呦，刚莫名其妙卡了一下。38级的3D锁，来。喷射火焰。我看了一下，我去查了一下，这些能够 make 进化的不是很多，而且对啊，有make 进化的也不是很，不是就是那种以前我们看见不起眼的那种就可以。还有那个部分的神奇宝贝的那个 make 进化的模型是没被加入游戏。对对对。我其实很想把我这个沙奈朵给进化。沙奈朵超进化，真的你看不到它样子的，它样子是隐身的，而且你拿它对战的话是会崩端的。可以这么毒性的吗？对啊，这些我都那个直播的时候自己试过了。30级的呆火托，哦对，这呆火托它会爆肉的，爆熟的，而且还是啊，对啊。哇，身上这么多进化石都不能用啊，好烦。所以说宝贝强，你要节制一点，节制一点，不要老是用萝卜，也要偶尔用一下牛排什么的。哇，这个冰蜥应该是很屌的吧？换换口味。我试一下，给这个沙漠蜻蜓学一个冰蜥。沙漠蜻蜓是火系的，你给它学那个冰蜥的。也可以，很屌。666，双修吗？冰火双修，可以的。无法学。这个谁能学就让上去学。冰系的那个技能水系可以学啊。我学。这有个 boss 啊。小家伙别跑。无法学学不了。水系的也不能学啊。没有水系的，我没有水系，只有火系的多。喷射火焰，再来一个。巢穴球，超级冲击。那个治疗指令宝贝枪要不要？你发下。对啊，指令有，这里有。得个，打个 boss 来打一打。我刚打死个 boss， 就给什么给了个巢穴球。我发现这期的打 boss 掉爆那个，大师球的几率很高。发现，卡哥不是打 boss 掉了一个那个公园球吗？蛇的一匹卡哥那期上一期又开的一个那大师球，可以。他这种闷声发大财的人是这样子的。喷射火焰引爆你的双弹瓦斯。对。对啊。这呆火陀好大一个。
我还是把我的线路发怪，我看能不能再给它多升升级，升到五十多级去。看还物进化了，烈焰粉，希望能够变大。不知道这一季有没有咱们上一季能刷的这么多神兽？这个就要看脸啦。看脸了，我这看像存档，存档开的好的话就，还是这样子的。不是有些存档是不会没有存档，没有雨的存档吗？不下雨的。对啊，咱们这存档好像下过几次雨了。对对对，下过好几次了我们这个。我们现在这个地形，如果下雨也看不到啊，只是能感觉那个天色暗下来。哎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这个爱心球真的超级好看。爱心球好像可以长那个亲密度的吧，好像。反正我是这个爱心球抓住了这个线路滑怪，那个扔出去的时候，那个一个爱心出去，带火头，这么多带火头，还没长大，一扔轮子。我靠，你们这些进化石都是搁哪开的？还是打 boss 掉的？开树屋啊。我的这个喷火龙的进化石就是打 boss 掉的。我也得去找些进化石。今天的话在沙漠这边不会出现提示的，一般都是那个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。要不咱们先去开树屋，等到第二天再过来。等晚上再去开树屋啊，不要急啊。白天升升级，练练升级宝贝啊，晚上适合发财。对，晚上去盗墓，卡个白天晚上都在找树屋，晚上去盗墓。他那种上病的家伙肯定呗。哎，我杀了这么多只带火头都不出现一个 boss 的。带火头太多了，小的，而且是。啊，搞定。啊，最多的就是个三 D 鼠鸭嘴龙。烈焰粉有，可以。哎，是不是咱们这一季没有那个学习装置了？学习装置有，好像是有的吧。好纠结，不知道现在先把哪个神奇宝贝等级练高。先把竹虫的那个等级练高啊。我要抓一只那个妙花，妙花可以麦克进化。哎，上期那个妙种子你没抓到吗？没有，他老是吸血完了后我一招秒了，把他。可以的，忍不了了。怕是他吸的位置不对吧？嗯，估计是乱吸。哎，你个暖暖猪，傻，真是暖暖猪。哇，这里这么多带火头啊，五只。多呢，好多。你看，他还主动发起攻击，牛逼。来只 boss 行不行？这里个火星瓶，78级的。哎呀，连打两只都不掉肉的。给我睡觉你。躲避攻击，给我继续睡。睡着了是吧？来吸收。寄生种子。好，姑娘们，准备好发财啦！马上就天黑了。走了。那咱们是在赶在第二天白天之前回来吗？在天亮之前回来。咱们上一季那个套路在这一季管不管用的？这个说不定啊。天气发财了吗？还没到吧？时间？已经天黑了呀。走。哇，这只烟武王好像看着有点凶啊。走啦。得找一片项目里。好像是这片吧，这片就吧哒哒哒哒。我靠，是不是有点回档了？没有没有，
不与 TP 很远。还没吧？还没到晚上。到了，已经天黑了。哎，那不延迟有点高啊，兄弟。哎，我去金合欢啊！我只有一个。哎，这个。开树屋什么的得跑远一点。好，找到个树。硬石头。喂。哎，我靠，给了我个太阳石，今天第一个树。哎，他给我一个硬石头。哎呦，这一片传送都是金合欢、啊。项目领导吧，宝贝，比较好找一些。来片森林可好？哎，看到一个。哇，有根钢制宝石。哇，好多猫又长。咱们晚上那个探宝的时间有10分钟左右，然后天亮之前赶回去就行了，是吧？对。我靠，这一片这么大的林子才一个树的吗？强，不是你这，你这运气就可以的。你有点瘆人了，老铁。哎，这一片，哎，这什么？哦，哇，昨天晚上我们，我的天，我找到一个新地形了。什么？粘啥地形？粘土山，粘土山。OK， 提醒你。坐标记先，坐标记先。粘土山有很多树啊，可以过来开啊。不准跟我抢啊！你们这些程咬金。好。哎，火鸟，火鸟神殿。对。他的小哎，这里好像有一个道馆，不是两个，不是道馆的吗？不是哪个土匪手脚这么快？两个，这里有两个那个，有两个火鸟神殿吗？这是个什么？有两个也不奇怪啊。熏香，我天！哎，这泥土山的那个树屋真的是有点骚哦。不是雅尼，雅尼，你个土匪，你走开，你走开。我就开了一个，真的。我就开了一个，不骗你。闻风而来，咱们都到这边来了。你们这些程咬金啊，过来蹭一波好伤药。哎，这是一片森林吗？哇，是真的，这片粘土山真的树屋好少啊。魔爪子获得一个。哎，这有一个。我又发现一个，哇、哦，下面好多鱼，火有梗，哎，我靠，不是的，绿了吧，这什么鬼东西，绿了吧？什么鬼？这里怎么又有一个？三个了，火鸟，怎么这么多这岩石熏香？我也找到一个，这个宝贝龙它进化是那个暴龙猿啊。18级的，我看能不能抓。哎呦，我身上没有等级球了。奇迹种子，完蛋，手残用了个技能。哎，我发现这里的那啥，就是这个树啊。啊，很少，真的是很少。粘土山是这片粘土山的树屋挺少的，那我感觉也挺多的，走一下都看到两个了。你确定你是在粘土山吗？对啊，我跟你们在一片地形啊。
感情我看到那些空的全被你们开了，估计是被小强开了。可能是的，我就看到两个，一个给人开的，一个我自个开的，好大。我就来森林吧，上牛的山，虽然找草找不过，太少了。升级，我找到了一个升级，是什么鬼？升级？哎，我找到一个升级是什么？我的天，你们这些土匪不能跟你们在一起。升级，宝宝也表示很受伤。找了一个升级，升什么级？难道是我升级了？哎，我去，又是一片雪域。升级是可以带的，你看试一下能不能带呗？可以带。这货是谁？好，接着回到我的项目林里去。卡了。啊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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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黑暗乌鸦，乌鸦头头。哦对，我身上有个纯金珠，箱子里面也有一个，家里面箱子里面也有一个，你们要收集那个火珠子的话就收集呗。我是暂时先不弄的。好像三圣鸟应该也能超进化的。还不知道。龙之宝石，后一个什么鬼东西啊？哦，这个龙之宝石给龙蟹带，给这个。哇，这期就是不能卖东西，要是可以卖东西那就好了，发大财了。会发大财，真的是发大财了。雷之石，能不能给点？敢不敢给点好东西？哇，光泽电炮，这个技能可以啊，能不能给皮卡丘学啊？试一下。不行。小龟龟呢？是不是快到白天了？哇，小龟龟可以啊，收集身体什么聚集，有时候降低对方的特防。哇，这个技能可以啊。兄兄兄兄兄弟们，赶紧回老地方了。哦，哎，我靠，我以为你回去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走，回去。走。好，刷个古拉多吧，老铁。过来就看到喷火头，光泽电炮啊！哟，才打他这么点血，血不动。这包已经满掉了，我想回家一趟。在沙漠这边，水系的神奇宝贝吃香啊。哇，这里好多鱼！哎，我好像看到什么了。等等，不是我，刚刚不是看到一只 boss 鲤鱼王，莫名其妙消失了。14级、11级，等到傍晚可能也会刷。这个要看情况的，不确定。今天的第一鲁光没刷呀，我操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够顶！其实暴鲤龙也挺不错的，暴鲤龙也可以那个，也可以。这片上面就是这里啊！哇，暴鲤龙也可以超进化的。
啊，对对对，暴鲤龙可以超进化。来来，要不那不我去抓一个暴鲤龙吧。暴鲤龙超进化的暴鲤龙就相当于一条那个皮皮扇。我去搞个，在哪里？鱼呢？踢瓦，这水里大把的鱼。鱼在跟你说话。来，踢皮抓的鱼。抓条高级一点的。水不动。34级的鱼王是不是啊？水。鲤鱼王。抓鲤鱼王是吧？要。肯定啊。给他练到鲤鱼王，给他练到20级，就自然他就会进化了。鲤鱼王16级。找。但是我找一个等级高一点的，16级的。哎，一个 boss。水不动，7级16级，直接给水不动打死了。嗯，算了，就是这16级吧，16级差个4级应该升级很快。有没有19级？今天整个宝升4级就几分钟的事。8级最好升。升个几级很快的，你直接给他上场一次打那个高等级的，马上就飞个7-8级。8级，哎，就是那个最高级的，16级的是最高级的，过去。练粉。16级的，别走。直接背包扔球啊！哇，这东西被我打下会打死啊！还不让我换神奇宝贝，厉害了！他有技能的。战斗。天使之吻吧。啊，我用错了，我靠！继续让他去打。好多鱼啊，真的这里。小地鼠。莫非叶估计一招会把他给秒了。肯定啊。扔球又不扔球，我没等球。好纠结、啊。好纠结，真的，哎呀，试下看看能不能把他秒了。我也没有等级球，真的被秒了。等级球没敲。啊、真的被秒了。哎，我发现用水系的神奇宝贝来打那个呆火陀，它不掉肉的，不掉肉啊？对啊，直接扔球吧。这有个19级的，有19级的。18级算了，抓18级的。六位。哎，抓住了，我去。低等级的其实很容易抓的，这个版本。30级的带火陀，等等，什么鬼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怎么了？不是你们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亚尼那边怎么鸦雀无声了？不是不小心按到那个静音了。我就说嘛，感情眼睛刚还是一直在比比刀的是吧？冲击，对。哇，反伤直接把我给秒了，可以，很强势。不好意思，报仇兄弟，我帮你报仇。哎，这有个球。他那个进化石是很好开的吗？看，反正全。这些东西你想要开出什么东西都是看脸的，怪不得我一直没遇到，我还一直想开那个喷火龙的进化石呢，这就好伤了。加布鲁金，去死吧你！哎鱼，你那个汉化做了实验没？线下？汉化的话没有。应该不会出问题吧？可能这一季的神兽刷新率比较低。神兽刷新率哦，对，它都是那个初始的刷新率。看吧，不要急啊，等神兽也是要保持心中无神兽的。就像咱们抓妹子似的吗？对啊，同样一个道理嘛。
龙溪流沙，这个这个哇，这怎么鸟红色的，我的天，红色的 boss 吧，大嘴雀名字都是红色的 boss， 那是 boss， 那是 boss。哎，我靠！遇到的第一只 boss 还是，说不定他就给你个大石球，对，说不定跑这么快，说不定他就爆个大石球给你。来，哇，找个等级高的屠龙记。啊，一直在追他，好难受。哎，我靠！我这哪里像个 boss 的样？我天，我一路追着他跑，他就一路跑，不是。你这丢球技术是真的该去练练了。好，哇操，这都没丢中，他潜水了，老铁你感谢。潜水了？潜到水底下去了，哎，打到了，可以。红色的 boss 是高你20级。不是，你应该打得过啊。换一只，19级了，差一级。哎，这小技术，我们狩猎球、月光石，还有诅咒护身符，我的天！诅咒护身符，我之前也获得一个，不知道那个东西有什么用。听着好像好屌，但是哎，我靠！还有个技能叫蓝镜，蓝镜，对，什么鬼东西啊？应该是个火系的技能，然后我球没捡上，我靠，我还得下去再捡。哇，感情我跑这么远了？嗯，怎么了？你欲望怎么了？他要进化了。呀，您怕是也要去吃那个打虫药了？啊！打进化了，进化了！哦，越来越大！哇，变这么大了！哦，好大！什么鬼 ？OK， 我在找我的球，然后就把自己淹死了，没来得及上来。来，过去观摩一下那个超进化的那个鲤鱼王，还没超进化，指令啊，指令啊，鲤鱼王。指令在哪里？指令不是发给你了吗？你这好像指令不对啊。怎么不对？你把那个中间那个 ID 换成那个啊，换成你自己的啊。我知道。暴鲤龙不要收鲤鱼王，收暴鲤龙的那个英文 ID。暴鲤龙的英文 ID 是吧？啊。蓝镜。亚宁。520是吧？嗯，然后Mega 后面不要加空格，直接加那个暴鲤龙的英文名字。好，暴鲤龙，看一下啊，暴鲤龙，哎，暴龙原有，暴鲤龙没有。有暴鲤龙啊！暴鲤龙。他是直接给予你一只啊。这一点都不像鲤鱼王的样子了，我的天。好，直接 PC 放出来看一下，后面 PC 在后面。好。那屌不屌？就这个样子啊！啊，这暴鲤龙那个我反正越看它越像那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？皮皮扇，皮皮扇是吧？对，有点像皮皮扇。啊，截个图先，还可以，蛮好看的。它之前是那个站起来的，现在它是趴下的。哎，现在又到晚上了。感情咱们这一期好像又没什么结果啊。对啊，来吧，要不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 OK 那站一起跟他们站一起。
好的，那么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要订阅我们哟。是的，一定要为我们点三个订阅，那么记得也要给我们点三个赞，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